啊，今天早上化了个精致的妆容就上来了，呵呵，又掉秤了，93.6斤，93.6，我的天哪！五天防弹咖啡打卡，我的体重由95.9斤降到93.6斤，这对于一个56岁的老阿姨，腿脚呢还不好，还不能运动，代谢还贼低的情况下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而且这几天我坚持下来了。今天早上上早市去了，走了2个早市，回来晚了。姐妹们，现在已经8:51了，马上就吃中午饭了，快9点了。我从来不吃饭这么晚，我一般都早上6到7点钟吃饭。早上起来我做的酸奶。一点也不比买的差，可好喝了。一个鸡蛋，接下来的3天我打算怎么办啊？今天呢吃脂肪餐，明天啊大夏天的哪能不吃水果呀？对于水果控的我来说，那绝对是避免不了的。明天水果日，大后天的时候我吃碳水日。今天没有碳水，明天没有碳水，大后天我吃1天的碳水，把营养补回来。为了冲90斤也拼了，早上垫不垫吧？